彩妆的颜色呢更加的漂亮，桃花搞不好就会来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个颜色很漂亮，你看刚刚有讲到处女座要灰色系的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，要灰色的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会有亮亮的，那中间是亮亮的灰，然后下面这个就是灰色的，然后右上角这个就是深灰色的，好、哦，这个是限量的单品，喜欢的话可以赶快去试试看，好好看。然后还有这一个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刚刚讲到珍珠嘛，对不对？珍珠，你看这个珍珠色，这是什么？很美吧？这个就是这个品牌今年的 Holiday Color 也是限量的。这是什么？像指甲油。指甲油。它刚刚讲到珍珠。对。老师，我祝你做的送我。这个就够珍珠了吧？很像一颗大珍珠。对。老师，我的上身好像在水里之类的。然后这个，它就这样子展开来，这边就是指甲油。美哦。就很漂亮，然后这边就有也有金色的，所以它就是出了很多颜色，然后你想要闪亮亮的，